来到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今天的特派记者喵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你们的大蓝猫粉，我是串台的苏姑姑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个 X Meeting 车迷我们今天来了这个 X Meeting 车迷大会嘉年华，我们一块进去看看吧 ！Go！等等，我忘记说了。我们还邀请了另外一位朋友，熟悉的朋友，Come on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子盖。这么尬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来干嘛来着？我们来到了这个 X Meeting 车迷大会嘉年华。嘉年华。然后我们两个要去，作为摄影区的老司机，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车。开车，我们要去开车啦！赶快，不要逼逼，赶紧上车 ！Go！改装车，这半边是哈雷的摩托，你有啥感触？因为我是女生，而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我不太懂车。我觉得哈雷的摩托应该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吧。我感觉跑车和哈雷的摩托都能算是男人的梦想。但是我觉得开车跟骑摩托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骑摩托你整个人是跟环境有接触嘛，然后你听到那个噔噔噔，对，这个声音是很能够刺激你的神经，让你更兴奋的。车它毕竟是坐在里边嘛，你更多的是体验你的舒适度啊，这种驾乘的感觉。所以跑车啊，但你真正在跑车，你在城市里边也没有办法奔跑嘛，对，也没有办法享受这种乐趣嘛。那你知道就是飙车在 B 站的用户群里边有一个专有的名词来形容它叫什么吗？不知道啥。你看过有一个动画片叫做《头文字 D》吗 ？English D。我看过周杰伦版的《头文字 D》。我看过周杰伦版的《头文字 D》。周杰伦版《头文字 D》有这个词吗？没有这个歌对吧？周杰伦版不叫说好不哭吗？没有，那叫一路向北。一路向北。所以呢？所以是什么词？所以它里边有一首歌，来，恰恰同学唱一唱，放起。X Meeting 车迷大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，就是邀请了 UP 主来零距离的体验漂移。这个机会我肯定是不能错过的，尤其是驾驶赛车的还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，嘿嘿。本来就非常刺激的漂移体验，再加上有这么漂亮的小姐姐驾驶，刺激体验成倍提升，嘿嘿。
看现场漂移的体会啊。相机在哪儿？在这儿吗？嗯，眼睛有点睁不开。这个耶，这个有一点怕怕的。它这个是可以带我吗？我可以学会漂移吗？拉拉手刹吗？哦，还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听错本了，我的车连手刹都没有的。来，苏哥，嗯，准备好体验当一个逮虾户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不怕吗？不怕，不虚，没有问题。不虚，小 case， 根本就没有问题。等下风 ，I just been these days before. High on the street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go. I'm searching for mystery, standing on my feet. It's so hard when I'm trying to be me.跳舞了，听说是他会这个小姐姐会在中间跳舞，然后有两个车要在旁边追车，是吧？对，那去看吧，让我先吐一会儿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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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这个不能连在一起，我是说我刚刚晕车了。怎么样，苏哥体验？太帅了！你看我都破音了。你刚才下来可不是这么说，你刚才下来是这样的。哎哎、不要拆穿我！我体验怎么样？作为一个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感觉特别的嗨。当然，就对，有点超出我的承受能力。毕竟我是一个连过山车都不敢坐的人，就我是属于那种，如果去游乐场的话，他们去坐过山车，我是负责在下面看包的。所以你知道做这种东西对我而言多大的挑战吗？所以你知道苏哥做了多大牺牲吗？一个过山车都不能坐的人，然后居然做了漂移，我要死了。但其实就是缓过来以后，你会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那个，哎，我在外边看那车是不是一直都横着的？对，就是，就车头都没有冲过去，哎。比如说这是一个车子，我们正常开车这样走的。我刚刚在车里，我觉得那个车全程是这样走的，就是很侧着走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确定你是坐车还是坐了个螃蟹？我有可能是坐了个螃蟹。反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有机会可以过来体验一下这些。你会继续来，下次来体验吗？一定要。要不要体验一下摩托车漂移？啊，不了，今天不是很方便。今天特别方便。好吧，反正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非常酷的改装车，然后我体验了一把漂移，你体验了一下。我体验一把漂移，对，我坐天天，然后我还自己骑了我心目中最好的哈雷机车哈雷，对。对，非常非常。我们俩还是收获满满，然后觉得今天还是很嗨的。很嗨很嗨。嗯。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哦。记得要来玩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感谢各位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！我是舞蹈区的麦麦子，大家下午好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恰恰同学，今天呢，我和 JK 车视觉的短同学来拍摄今天的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。今天猜猜我们带了什么样的设备来拍摄这么样一场活动呢？大家猜一下。对，你们没有猜错，我们用的就是 BMPAC 4K 和 6K， 总称 BMPAC 10K。10K， 画质绝对爆炸。嗯。
怎么样，用的舒服吗？舒适。来看东西，来展示一下。你看啊，今天碰到粉丝是我们对吧 B 站 UP 主种草的标准装备，就是6K 加披个迪丹摄影包，对不对？6K 还得是魔改版的啊，必须是 Team 那样魔改版的。屏幕可以翻起来的。对，屏幕可以翻起来的。看这个相机，这个大屏幕用起来就仿佛感觉像是在相机上装了一个 iPad， 非常的顺滑。来，来自小屏幕 UP 主的羡慕。好羡慕哦。但是你有3个镜头，你有3个镜头吗？哦，你走开。